下面请2023级留学生毕业生代表，医学院护理学191班来自利比里亚的弗兰西同学发言。 尊敬的校领导、老师们、各位来宾、亲爱的同学们，大家好。在这里，也天天很想尊敬的校友，我很荣幸作为毕业留学生代表在此发言。首先，我要代表所有毕业留学生向学校领导、各位老师。 以及所有支持我们的人们表示由衷的感谢。4年前，我们怀着梦想和抱负来到这里，我仿佛还记得当时我拖着心理弱筋宿舍，和第一次见面的同学介绍我自己和我国家的情景。我还记得迎新周结束后不久，我们就开始了艰难的课程学习，和没完没了的实验。 图书馆成了我们亲密的朋友，我们学习的压力开始上升。当然，在第一年结束时，我们开始体会到心情学习的乐趣。正如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的：“教育的根是苦的，但果实是甜的。”作为一个外国人，有人往里来到这里求学和生活，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 在一个陌生的国家生活，而来自不同的国家、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往，让我更加了解不同的文化。我经常参与校园活动，体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孝兴当地粤文化。我与黄酒相遇，制作短视频，让更多的人了解孝兴黄酒的魅力。 在我和老师们的共同努力下，我的短视频提名获得由浙江省外国留学生第16届孟庆杰镇短视频大赛2等奖。这让我明白了开放的心态是有好处的。我要向我的同学们说声恭喜，恭喜我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。无论我们将来做到哪里。 我们都会记得在这里所学到的知识和经验，也会用尽全力在这里所结识的朋友和老师。最后，我要向所有的老师、同学们、学校领导表示最衷心的感谢，感谢学校提供的优质教育和学习环境，感谢同学们的陪伴和支持。 感谢老师们传授的知识和经验，同时我也祝愿绍兴文理学院越办越好，培养更多优秀的人才，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。谢谢大家。 谢谢弗兰西同学。